哦，那里面可多了呀，可惜啊。哦，你看今天这会儿就没有阳光。我上一次路过这儿的时候，那个阳光正好打到他那个楼的那个大玻璃上。哦，帮不着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别的时候说你看心里是怎么样？比如说我刚才说的，我说一年两千块钱行不行？是镜子，是吗？是个玻璃，然后那拉上窗帘了。哦，玻璃哦，玻璃。他直到那个清明前采过，然后清明后采春茶。几亏没走两步，拍张照回去报平安。对。你们前面找来了，杭州的朋友，是吗？哎，黑龙江的朋友。你们家属破吧？对呀、啊。杭州的阔少拿下。哎，我想在这儿找一下。
摄影镜子回去再把 PS 镜子去。要画图是吗？对，然后基本上你就不用在我们学院那个做研究了。就是我们学院这么多女老师。我要看看你的，我看看。所以一年绩效就够了。啊，那你。也没有这么远，看起来。我要一大的。你用全身的，没录了，不用你，回来我。关键是没录了，没录了是吗？没录了。嗯，是的。他就画那个。还没整一批的呢。你要不要到这里拍几张？为他老婆自己修了多少级？多少级台阶来着？一个人。我主要是怕，对，还有点焦，我主要是
安娜，下来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去买冰淇淋了，跟妈妈走了，来。表娘在湖南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她的有蜜蜂。还有蝴蝶。一个花果。蝴蝶。这个只能数一块，反正拍的人就是进去太少了，一点点啊，人进去太少了，要加一个色彩。
包子，你为什么要站第一个、啊？我戴眼镜的呀。反正不要脸是吧？这样刚好吧。一二。没有，我把你镜头擦了，你镜头太脏了。我帮他拿一下吧。我等下不给你奶吃了。